增设意见箱，然后在旁边会有单子，有需要填写意见的都可以在那边写，并且网络跟书面的都会询问是否要联署，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就会交由班联内部检视是否与校规有冲突，然后如果没有，就会在各班发下联署单，然后收集高中部学生一半以至少一半以上及至少一位老师签名同意，然后收集完之后再交由校方裁决。然后第二个是午餐回馈，就是在午餐的那个菜单下面有那个问的事情，就是问比如说菜色或者是那个多寡，然后请就是最好要填写，然后有优点最好也写一下，至少让厨房妈妈他们可以保持优点。然后再来是班联的面试可能会公平化，就是之后讨论后可能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就是采取一对一，就是不要那么多人在里面，就是可能前面想讲或后面想讲，就是讲不到。然后再来是与外校，就是与外校合办活动，像是高一的公民训练，或者是舞会、晚会，或者是茶会，这些可以有效的提升大湾的知名度。然后或者是社团也可以多与外校交流，然后再来是饮水机，就是可以改善，就是冰水虽然已经确定不能有冰水，可是就是希望学校能至少再增设多一台，不然因为冰水上限是15度，有时候其实就是根本连水都喝不到，应该比喝冰水还不健康。然后就是对，就这样。